北走啊，北北走，妈妈给你吃，知不知道啊？你的乖，来来来，啊，你的乖来，来买好吃给你吃。喂，你干嘛？没事，我看他可怜，带他回去照顾他。你乖，我们走啊。你干嘛？人家不想跟你走啊。开什么玩笑？我花了50个大洋从老龟头那里买下这小东西，你要我放着他，那我不是亏大了？你变态啊！人家不想跟你走，你想怎么样啊？你坏人好事啊！你懂不懂规矩啊？你担心我跟你师父告状去？你去告啊！上回你烫老鼠烟疤，师父还想找你算账呢。哦，你要带他走也可以，不过你记得把钱给我赔来吧。哎，你占我便宜啊，还少20块钱。喂，下次不要再这么晚来公园了，你被那种人带走啊，你就小心了。我跟你讲，傻傻的阿呆阿呆，回家去了，回家去了，自己回家，回家去啊，拜拜。你跟着我干嘛啊？你要去哪？你家在哪里？家，回家去啊。你家在哪？会不会讲话啊？家，睡觉的地方啊。走了，走了，走。不要那么急，喝慢一点。没人跟你抢，要不要吃芒果？好吃哈。
你是谁啊？怎么会在我们家？阿青啊，你回家啊？阿青，阿青啊！你把我这里当什么了？收容所啊？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带这种来路不明的孩子回来呢？不是啦，丽薇姐，我昨天三更半夜的看他一个人在路边很可怜，所以我 OK。现在是白天，那你总可以把他送走了吧？我可不希望到时候警察找上门来说我诱拐小孩。可是我不知道他家住哪哎。你问他啊，他这么大了，总不至于连自己家住哪里都不知道啊。问呐、啊，赶快问！算了，我来。丽月姐，不要讲话，来来来，告诉阿姨你家住哪里？啊，你要赶快讲啊！你乱跑，阿布急死了。住哪里？丽月姐，不要吵，你住在哪里？讲什么？他不会讲话，耳朵也是聋的。要死了！你什么人不好的？你带一个又聋又哑的小孩子回来啊？他又聋又哑还是听得到啊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阿姨拿牛奶给你喝啊。我的牛奶呢？我的芒果呢？丽月姐，昨天晚上我……你好大胆！你要死了你！我的芒果牛奶你都敢动？芒果一个10块钱呢！明天不买一个来陪我的话，你看我怎么给你算账！没有牛奶了。阿青，你听好啊，你惹出来的麻烦自己想办法解决，把他送到哪里我不管，警察局也好，孤儿院也好，总之我不想再看到这个小孩了。不要这样啦，丽月姐，你是一个大好人嘛，你天都快黑了，不然让他在这边再住一晚好不好？我明天一定想办法。不行，你跟小玉这两个小玻璃住在我这里，给我惹的麻烦还不够多啊，现在还弄个小哑巴回来，要搞死我啊你！你上个月的房租都还没给我嘞，自身都难保，你还收留人，做什么二房东啊你？我可警告你啊，你真的要惹火我的话，你滚，懂吧？不然这样，我今天晚上一定把钱凑齐，把房租缴清，这样可以商量了吧？钱弄来了再说了。真是有一套，妈哟！这么大还尿床，下去，站！为什么尿床？长这么大还尿床，气死！
吃一个芝麻饼好不好？吃一个嘛，这个很好吃哦，你看。很好吃，吃一个好不好？嗯，好吃的。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好吃还尿床，下次不能尿床，知不知道？有没有听到？下次不能尿床，再尿床这个就没有，知不知道？是啊。烈酒。房租呢？你不是今天应该给我的吗？对不起，那个。不过我这两天一定可以拿给你。好吧，我今天心情还不错，过两天给我。阿青啊，嗯，你要想办法早点把那小哑巴弄走。美国佬要回来了。美国佬要回来了？什么时候啊？就下个礼拜啊。哎，看到小玉的时候也跟他讲一声，两个人不要到时候给我出状况哦。哦，好。烈姐，我要出去了，那小弟可不可以麻烦你照顾一下？好啦。谢烈姐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你要不要进去玩？嗯。你看飞机啊，呜呜，你要不要拿着飞机进去跟弟弟玩？嗯，好。